觉得稍微，我觉得我在睡，但我感觉我没睡着，但是可能又睡着了。朋友给我带了欧猫猫，嘿。因为每次产检的时候，医生要看肚子嘛。青椒已经感觉要翻车了，绝了！你快赶紧看！哇！今天天气超好，然后太阳超大，穿这个做作的袖套，然后有点热。今天过来跟朋友一块吃个饭，看看他到了没有。我先去排队吧。好喝吗？嗯，好喝。我觉得稍微的缓一缓好喝一点，没有那么甜。以前都是我们逛街的时候我也会试，我今天真的试不动了，我坐在这等你。蛮好看的。哦，我看这个。对。哦。很春天的感觉。我也想试。你那个指甲是另外一种绿好吗？你看我给他选的，我觉得好好看。你袖子稍微拉起来一点点。The one in the middle is 50% effacement. It shows some thickness to it, but it actually effacement happens first. The doctor's office or midwife's office, the nurse tells you you're 5 centimeters, and you're like, well, how big is that? So you can see how it's going to be open enough for that baby.这周真的是我怀孕以来我觉得过得最艰难的一周了。那天我还跟我朋友一起去逛街，他就是那种非常照顾我，然后如果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他都不让我提的那种，他就是觉得孕妇不能提重物。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我还好，所以我一直跟他讲说我要当一个有体力的精神孕妇。但是我那天跟他一起逛完街之后回去，哇，那天真的好累好累好累。我在逛街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得到，就是我的小腿呢就是有那种皮肤上面麻麻的，然后感觉腿在开始变重，然后晚上回家也是人巨累但是睡不着。我这一周的睡眠整个都非常的不好，一个是晚上很难入睡，要不然就醒很多次，非常非常痛苦，晚上就在那个床上不知道翻了几百次，算是体会到孕晚期的这个痛苦了。现在还早，不知道接下来还有这一个多月快两个月要怎么坚持下去。今天是周末嘛，等一下我朋友来我们家找我，我们可能也不会出门，这两天天气超级热，就在家里面休息，然后看看电视啊。我今天早起来也在收拾房间啊什么的。然后今天呢可能想做一个面包，我是不是有点作，刚才才跟大家说我觉得我很累。哦，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边眼皮 eye twitching 非常的正常的一件事情，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压力，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如果你没有休息好的话它就很容易 twitch， 虽然就不是什么大的影响吧，但是它就这样一直在这里跳的话反正很不舒服。这周我都有下午稍微休息一下再补个觉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睡着没有，我觉得我在睡但我感觉我没睡着，但是可能又睡着了。我其实不想要在 vlog 里面跟大家抱怨这些，但是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真实的一个感受，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看我视频的人可能还是学生，也有可能还是单身，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心情。 OK， 然后看看做个面包吧，就是做我之前很爱做的那个黄油面包。说好久没喝了，你过来呀！我过来干嘛？朋友给我带了欧猫猫，嘿！你不是说你想喝的吗？你喝了哪个奶茶？这个，对呀、啊。这什么？草莓，那个什么 tornado？ 哎，对 ，tornado 什么什么的。我说加包包好喝吗？他说好喝的。对
还晃过来，估计这儿你来去擦一下。擦什么？哦，没关系。冰吗？还行。我很少看见你穿个短裤在家里。啊，对，太热了。我也觉得。我想买一个很清爽的茶的，但我想说，好不容易有一次，我还是喝这个最肥的吧。哇，你看我的这个发成这样了。爷、yeah, 哇你看你过来看看这么你看它的这个蜂窝是不是爽哦、oh, 真的嗯做面包真的非常的疗愈就行百年之后终于吃上了菠萝奶茶，开心吗？开心，他就是等着要吃。哇，这好大一袋，今天哇，他给了这么多柠檬。哇，还有一个串耶。耶，今天真是啊，看了这个就怎么这么开心，又有奶茶喝，又有这个吃。你眼睛怎么了呀？我冲浪。你稍微小心点。好的。买了好多呀。对呀、啊。嗯，我已经真香。柠檬胡椒盐啊，对的，多好，随时出来。怎么样？好吃？好吃吗？是一个我心爱的香。今天的面包。另外一个什么？哦，你说为什么现在的都拉不起丝来？我准备研究研究。Butter 没有问题，我昨天看了一下，有好几个原因，我准备排除一下。先炒个面包，还是可以吃。好好吃的。那很怕不拉丝。李斌，要不你来剪吧。OK。我给你拿着。嗯。把那个剪了吧，因为这个也坏了。对。哎，你不要剪那么多嘛。哦，差不多，这个、差不多。哦，这儿还我来剪，都没来得及，没了。看看。
我们的 Loka 它被太阳晒到了，我觉得我在那边起个网给它遮一下，对对对，拿那个袋子，就是他们不是这个长得好好，哇，好甜，超好吃，不过就这么点了，希望他明年可以多接一点。今天出门，现在要去产检，穿了一个简单的，就是白色的 T， 然后下面穿的是我的那个运动裤，因为每次产检的时候医生要看肚子嘛，所以要把穿那种分开的衣服裤子，好把肚子露出来。 OK， 出门啦。我们来逛街，看到一个书，啊，好漂亮的，超级美，太想它了。特别好乖 ，Jack Russell，Jack Russell 好乖的，嗯，就是他们性格，他很活泼，超级活泼。哦，我喜欢他，苏格兰边境犬。哇，看个羊，这是狗，我知道。那这书还蛮好玩的，嗯，可爱。它也太小一个。发芽了，看起来有点好看。对，我喜欢有角的这个，见朋友送的这个拉拉裤，应该就是尿不湿 S 号的和 M 号的，好像是这样吧，我要去研究一下，还不知道这是啥。这个是我要说什么来着，昨天我跟迪伦去买了一个，这个应该是 Stokey 的那个新生儿坐垫，我把它拆下来，现在正在洗衣机里面洗，大家可能听到声音。洗好了，然后今天用的就是那种 baby detergent 洗的，这不是要接触到它吗？你说 baby detergent 真的有必要吗？还是一个消费陷阱？我不想给它烘干，我准备拿出去给它晾干。那不能烘干。哦，它写的吗？最好就是晾干。哦，好的，晚上记得收一下。你在跟你自己说话吗？因为我跟你说的没有用，是不是？你也知道。我只是好奇，因为我觉得你会知道，很酷。上次我收藏的一个青椒肉丝的做法，今天晚上准备让迪伦来尝试一下，他来做。我感觉不是很难，他应该可以的。青椒已经感觉要翻车了。这是迪伦切的青椒丝，青椒片，半勺料酒，半勺生抽，生抽走你，两勺吧。好 ，OK。酱汁也是半勺，一勺生抽，那就变成了一、二、三，太多了，三个，半勺蚝油，好像是到肉里的。哎呀，完了，没关系，你就这样嘛，一样的，哎呀，肉也过去了，哎呀，这个肉到这边来了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一样样来，你先腌肉，然后再调酱汁，行不行？半勺料酒，半勺生抽，半勺淀粉，抓匀，嗯，淀粉有倒就行，这是淀粉哈，嗯，哇，好嘞，加匀。
怎么觉得跟你上次做那个不太一样啊？我哇，好像还可以。你直接过来带着他就过来就好了。带着什么叉子？带着他，带着你的菜。哇哦！你先吃。我来尝一下。把这个网络弄上。我要一个肉丝，一个青椒一起。好吃吗？哇，绝了！你快，赶紧快！哇，怎么那么好吃？你不要太假了。真的，我不是，谁吃了都得说一句绝。感谢抖音。那是小红书。感谢小红书。嗯，哎，真的好吃。嗯，有没有成就感？自己做的青椒肉丝好吃。你觉得青椒可以？当时下去的火是不是不太大？你就要再大一点。嗯，它已经这么软了。嗯，好吃那种清脆感。嗯，好好吃啊。好吃好吃。嗯，干干净净，今天又是空盘行动的一天。快乐的一生。我这上个 vlog 还给大家看乌鸦在那掰那个树枝，现在外面的树已经这么绿了，夏天都要来了，好美。